博物館開幕一個月，訪客超過250,000人次。西九文化區話，為咗確保入場暢順，暫時唔接待冇網上預約嘅人入場，直至另行通知。25號聖誕節，27號公眾假期，元旦同埋大年初一、初二會閉館。由於除夕當晚，旅發局喺西九文化區舉辦倒數演唱會 ，M 家會提早喺下晝2點鐘閉館。